可以。爱我爱，可是你嗨，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立春哈，大年初十四呢，我Lily住呢，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叫做服装翰林的华小哈，华小哈来做一个表演呐、啊，然后呢，等一下老师跟团队呢就会上台呢表演两首呢新年的一个运动舞蹈哈，希望呢你们可以分享出去，让更加多人来看看。其实这个翰林华小的真的是今年呢他们的布置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，你看有舞狮啊，你看很热闹，很像梦啊校友会恩平啊，真的是超漂亮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也觉得老师今天跟团队们的造型呢也很特别的话呢，那你其实可以点赞分享多多好不好？看看大家，现在我们都在后台，我们在准备着哈，因为呢这个节目过后呢，扯铃过后呢，就到我们的节奏运动啊、哦！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多多，我爱你们深深，我是李丽，祝。我们慢慢走去，我们现在我们慢慢走过去。有吗？有朋友帮我分享吗？有吗？你看老师的肩膀上有些什么东西？有的一只非常漂亮的舞狮狼，要到我们俩走走走走。给我走前面，给我走前面。那你走前面。进哪里？现哪里？还是这个方向？期待大家一起加油！哎，这边老师，这边，你来前面。我们不一样。
上啊。
在每一个教室做一站起来，教室舞蹈就该播放了啊。好，你接着来，我们再来什么舞蹈呢？哇，音乐响起。朋友们说拜拜。